车场上，两名男子正鬼鬼祟祟进行交易。车内白色一罐又一罐的容器，里面装的正是由便宜有机溶剂异丙醇掺杂乙醇调而成的劣质干洗液，准备拿到市面上以高价出售。然而这一切早被剪掉，给暗中跟监，准备撒网逮人。曹先生，我们现在执行搜索哦。原来海巡接获情资，有不肖人士见疫情造成民众抢购消毒酒精，认为有利可图，进一捡漏的设备以有机溶剂异丙醇作为原料，掺杂些许乙醇稀释成干洗液，却谎称是浓度75%的乙醇医疗用酒精，再到 LINE 群组宣传有抗菌消毒效果，一桶3.75公升贩售750元给不特定的民众，高于市价的1.8倍，短短数周不法获利超过100万。检测结果显示为异丙醇。本队在此呼吁，防疫期间民众为维护健康，千万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消毒劣质酒精。由警方检调等组成的专案小组多日追查，掌握下游零售商和制造工厂位置，同时协请宜兰酒厂检验成分，确认不法后，就在嫌犯交易时一举查获，逮捕涉案两人，以违反诈欺罪和药事法移送地检署侦办，及时防止劣质消毒酒精继续流入市面。这里是严靖宇，宜兰报道。